星光大道，错。巨星，错。又或者是咩 idol， 统统都错。独家在东南亚播出的韩国偶像二，超过100万个参赛者，只有一个能够胜出。就合格嘅名单，合格嘅名单。一齐嚟见证超级新星的诞生。韩国偶像二星期五晚上10:30 ，TVN 韩星360。